皮红红的，不知道是啥味道，表面有一个糖霜，尝尝看。没有什么特殊味道，就像小时候吃那种水果软糖，外面裹了一层糖霜那种感觉。相比之下，我还是比较喜欢吃巧克力的。老弟是用电池的，40伏6安时，就是240瓦时，这功率，这能量还是挺多的，大概可以用半个小时左右吧，10-20分钟是没问题。然后的话，它后面就是一个棚子，可以把收把割下来的草收在一起，我觉得这个比较方便。如果你草坪比较大的话，还是买一个这样的电动的。然后它启动的话是要双保险啊，就是要同时按着这个白的，然后再按一下这个保险开关。准备启动了，然后一松手就停掉了，
这边的话还有就是这个高度可以选择，是这草要多少长，要短一点还长一点可以选择，基本就这样的情况。割完之后没什么太大区别，我们看今天的战利品，大概就三分之一袋，并不是很多，但也割了一些，大概是两三个星期割一次吧，看这个浇水的这个情况。移动硬盘，然后就是用来准备放这个 vlog 素材，这个视频素材每拍一期可能至少要5个GB或10个GB 吧，所以说这个硬盘容量其实我觉得是包括素材管理的话，我觉得可能是后期一个比较重要的点，所以说我买了这个硬盘，然后我要测一下速度给大家看一下。没有选择 T5 的原因， T5 稍微便宜一点，可能便宜一个20-30刀吧，那么选择 T7 啊，主要是速度快了一倍，我觉得这个对我对速度要求是比较高的，而且这点钱也没多少钱，所以说就买了一块 T7 非常小，就是比这个就是一个我之前买的这个西数的这个512G 的，给那个给那个路机用的，好像也差不多大小吧，反正这个比较小 portable 的这个SSD。这就带了两个 USB 的线，看一下，一根是 USB 3.0 到 Type C 的，一根就是 Type C 的线，这根我应该用不到了，我现在都是用 Type C 的接口，这样的话就基本上是就这样子。等我们跑个速试一下。